等陣先，係有冇信心攞獎？冇乜啊，而家平常心啦，因為即係其實上年已經過咗新人嘅年度啦，咁都對獎項唔係話特別大信心咯，係啊。但你今日呼籲曬啲 fans 嚟支持你喎，其實係咪真係想換佢哋位？其實我主要係因為我比較少公開活動嘅一個 artist 啦，咁其實我都好想多啲機會可以見到 fans 嘅，因為我比較注重同 fans 嘅互動咯，我自己係一個係啊。嗰時會唔會都叫佢哋嚟啊？咁到時可以咁希望都希望都可以見到佢哋咯。最緊要就係見到佢哋啊，即係佢哋又開心啊，即係見到其他 fans 一齊，佢哋可以即係當一個活動咁樣識到新朋友，其實係一件幾好嘅事，幾正能量咯。會唔會諗住揾 fans 合照啊？想合照啊，但係希望佢哋就要行落嚟咯，合照嗰度。如果係嘅話，就希望最緊要就係注意安全，唔好影響到人哋。係啊，而家就主力都係備戰，但係喺個備戰途中都拍緊一個新嘅節目啦。咁就同啲好多金牌嘅運動員啊，職業嘅香港代表嘅運動員去拍節目咯。咁就學到好多嘢喺呢段期間都，咁就希望自己嘅心態都可以影響更多唔同嘅人。開正你個飯咯，係咪？啲運動員合作咪開正你個飯咯。都係啊，所以本身就係即係好開心咯，因為同啲職業運動員咧學嘢咧，你知道佢係距離，即係我知嘅距離係唔夠佢哋嚟啊，即係我要更加努力咯，即係勤有功，棄無益咧，喺職業嘅運動員裏面咧就係完全可以學識到。見到 Rest 啊？係啊，最近係即係阿 Rest 死啦，神奇小子啦，阿 Rest 曹星如咧就教我打拳啦，咁咧哇，真係一個係。超好的一個經驗或者是一個體驗啊！打拳咧，人哋喺電視睇覺得好似好輕鬆，話點解唔即刻出拳啊？但其實你落到場，因為真的有落場打咧，咁其實真的唔簡單，係超級唔簡單。所以多謝曹星如就教我打拳，或者俾我體驗咗。但你會唔會其實都好想上擂台？因為我見你係好喜歡去睇啲拳賽。其實我好中意睇拳賽啊！我就希望即係如果準備得好啲嘅話，學得好啲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都想試下上擂台嘅。即係我覺得男人咧嚟講咧，上得擂台嘅人都係真係要超堅持同埋超有態度咯。同埋要無限嘅訓練咯，絕對唔係玩下玩下咯。但係你而家跑步都好堅持啊！即係你係咪好有信心跟住對呢樣？我係對運動係好堅持咯，而家，因為呢個係我小時候做運動，係小時候希望做一個職業嘅足球員啦。咁而家就因為做 artist， 所以多咗機會接觸運動同埋多咗勁人嘅教導咧，所以繼續堅持落去。咁呢件事都係幾開心咯，即係得到好多唔同嘅嘢。過幾日就飛美國啦嘛，啲嘢準備好未？準備好曬啦，即係衫褲鞋都係品牌嗰面準備俾我，跟住。其實我都是帶個人過去咯。有冇特別注意飲食嗰啲嘢啊？冇啊，因為其實跑步咧，主要係即係如果熱同健美唔同嘅，跑步咧係要食多啲嘅，因為佢消耗比較大。咁就所以盡量咧，而家比賽咧就係比賽在即啦，就係盡量開心食嘢，因為其實主要跑步咧好多嘢都係個 mindset 嚟嘅，個人要保持正能量咧，做啲嘢就得心應手啲咯。係今次你係跑半定？全馬啊，今次係台北係跑全馬嘅，咁就係人生第一隻全馬咯。咁就42K 未試過，咁練習咧都最多試到即係30嘅啫。咁希望就可以做到。今次台北比賽，台北比賽我係11月係訓練嚟嘅。特登去美國集訓嘅。係去紐約同埋 Boston 嗰邊集訓。點解要去到嗰邊？因為係一個即係個品牌嘅合作咯。咁我就係同個品牌嘅合作，所以就會去嗰面跟去翻佢嘅主場館啊，個品牌嘅場館啊，去集訓啊，跟外國啲跑會度跑啊，同埋睇人哋當地嘅氣氛咯。有冇順便可以有時間玩下？玩就應該冇噶啦，因為始終飛過去十幾個鐘咧，應該啲時間咧好梯嘅。要去幾多日啊？去九日。咁啊啲英文係咪已經練到啦啦聲？OK 啊，其实我 English 咧可以的，因为我咧小时候的时候咧就是learn English 啊 ，so little bit English is OK， can talk with another people， yes。今日成套装系咪夹
有冇教過？完全冇教。唔係情侶裝。其實唔係情侶裝嚟嘅。其實因為我想講，因為我哋咧首先咧，我哋咧個 stylist 咧，我哋用同一個 stylist 嘅。係。咁就用阿 Matthew。咁所以 Matthew 咧就可能係夾嘅時候，佢就覺得即係個 backdrop 啦，著白色或者啲正式啲就會啱啲啦。咁所以就吞嗰啲，係底咪啊底。底咪。哦。哦。咁所以咧就今次就好似好襯，但係又冇特登襯嘅。會唔會有信心攞獎㗎？兩個？有冇信心攞獎？我冇啊！我今年因為都係一個出歌都慢咗少少啊，比起以往，咁所以咧就冇信心嘅。都唔慘嘅，都努力緊啊嘛，都係即係我唔相信有啲努力係會白費咗嘅，所以就可能下年咯。我今年其實啲歌咧都派慢咗啦，因為今年就有好多其他嘢發生啦，咁就開咗今年第一次開紅館啦，咁亦都有其他上咗一個另外一個節目啦，一個全民造星嘅做嘅導師啦。咁就有其他嘅工作，咁所以其實啲歌係相當之係派得慢啦，又寫得慢啦。咁但係而家就今年其實我而家年尾就好努力，已經寫緊出年嘅歌嘅 project 啦。咁所以就要 keep 住寫多啲歌啦。咁但係咧就係咯，我覺得主要係做啲做好嘅音樂，做好嘅質素嘅音樂咯。即係唔好話要追求或者特登要寫啲歌去特登攞獎或者點，因為我覺得呢啲嘢係咯冇得控制嘅，我覺得。但是我對阿 J 有信心的，因為我覺得他的創作是在香港都是真的很 top tier 的了，所以就我都真的非常有信心。我都覺得你的歌都是 top tier 的。你拗歌啦，自己。OK， 其實我不想阻到他的事業發展啊。我們已經約了話，我們會約出來寫歌的，只不過因為近排各自忙啦，佢又啱啱派新歌，我又派新歌，咁又宣傳啊等等，啊、所以就比較忙啲。咁但係我哋會努力爭取時間去寫歌。嗯。我最要寫啱啱出嚟新歌啦。係。係啊。啲人同阿 Wyman 嗰時咧，成日喺個 IG 嗰度咧講過話，你一路咧都係話唔好俾人知道，即係覺得嗰只歌係你變咗分。其實你有冇咩建議？因為依只歌其實我寫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。成日都覺得寫歌咧好得意，即係憑感覺嘅，即係冇話係突然，即係突然之間話，即係有時嘅嘢會話要寫某啲主題啦。咁但係依一隻歌係冇諗過哇，要寫一隻結婚歌。咁但係我覺得一寫完嘅時候，阿 Wyman 一聽咧，佢就有一種嘅結婚嘅咁樣嘅味道啦。咁但係其實我想俾大家係一個好幸福嘅一種嘅感覺咯，係啊，一個幸福嘅感覺。咁所以佢就覺得係咪結婚歌咁，我就保證翻，其實係啊，未結婚嘅，咁但係將來都會想嘅。咁你幾時俾女朋友真正嘅幸福啊？真正幸福啊！好多年已經有啦，真正幸福。我其實我兩個一齊咧已經係幸福噶啦，咁所以好開心嘅，有好嘅消息都會同大家分享嘅。你哋係咪咁諗㗎？佢係咁諗㗎。而家事業有成啦。而家都係努力階段㗎，都係努力階段的，係啊，但係我一定。係啦，一定會更加努力。阿 J 同阿嘟姐去迪士尼係咪玩得好開心啊？你去迪士尼玩得好開心啊？係啊。你問我係咪？嘟姐啊！哇開心啊！但係嗰日因為我哋去迪士尼咧，其實係拍嘢啦。咁嗰段時間嗰日咧就特別開心，因為有 Jeffrey 啊，有嘟姐啦。咁因為我初頭咧都好驚㗎，因為我自己咧背對白啊等等咧，其實我好渣嘅，啲中文唔係我叻。咁要記好多對白啦，咁我又驚 NG， 因為即係你知啦，即係嘟姐前輩嘟姐啦，又有 Jeffrey， 哇！佢哋兩個真係你見到佢哋其實係好自然，同埋係好即係記得好快。咁我就話唔得，我唔可以 NG， 我驚俾佢哋睇低，我驚俾佢哋俾人鬧啦。咁所以就好努力去背曬啲稿。咁所以我有做功課嘅，咁所以做完功課咧就出到嚟，其實一拍嘅時候就好順利咯，所以都好開心。驚唔驚嘟姐？我都驚噶，其實我驚 NG 啊，我驚 NG 好多次啊，因為咧我啲中文唔係好叻，咁所以咧我係一定要背，即係用好多花好多心機同埋做好多功課咧，先背到啲稿咯。咁但係我覺得自己都 good job J， 係啊，因為我真係有背啲稿，而我覺得令到個拍攝好順利咯。最近忙緊籌備緊碟啦，希望就下年年頭會出碟啦。係啊，咁都係錄緊好多歌啦，亦都錄緊準備緊下年嘅歌。咁都有啲大 project，
進行緊啦，咁希望遲啲大家會喺街上面見到我啦，係啊。即係show嗰啲。show 都準備緊嘅，咁但係就應該冇咁快嘅。目前都希望儲多啲自己嘅歌先，咁就等公司安排啦呢啲。係。羨慕好似阿 T V 咁啊！梗係羨慕啦！羨慕好快到你㗎啦！好快啊！是啊，好羡慕红馆，因为我都看到他在红馆的舞台上面做了很多新尝试，即是 又有练肌肉啦，跟住之后又哇很多东西看这样，所以 It's so worth it。 是啊，所以我都想试一下。那我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？结婚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个事业的这个冲锋期啊，是啊，所以我想没那么快住咯，是啊。
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